现在尊敬的卢军红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。好，下面啊，给大家看图腾啊，来吧。请卢台长看一下女儿的肩膀。什么？看一下什么？女儿的肩膀。啊，你女儿？是。你就告诉我属什么几几年就可以了。94年狗。九四年属狗的是吧？是。嗯，首先。告诉你，他这个肩膀是右面肩膀。哎，下次来拍掌。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这个地方主要是血脉不和，而且跟他的颈椎不好有关系。颈椎这根筋啊，牵住他这个右的胳膊，你明白吗？不是，我是想着连这样的情形要怎么样的。你现在这样好吧，我首先给你看看啊，是你的女儿是吧？是是。 OK 好了。好，那老妈妈，我看见了你女儿呢，现在身上呢有一个小灵性，这个小灵性呢是你打胎的孩子。你告诉大家，你有没有掉过孩子啊？没有啊，台长。再想想看。真的没有，台长。你有没有掉过孩子？不是打胎就是掉过的。也没有嘞，台长。你想想清楚吧，现在这个孩子在你女儿身上，真的没有，台长。就是说你自己在有没有医生说你掉过或者流掉一个？你有一次或者时间非常非常长，就是正常的没有来，有没有？就是怀孕的时候。怀孕的时候我是不知道，是医生告诉我的。你看见了不啦？我会看错的，哎，医生告诉你的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台长跟你说，我看见的就是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赶紧帮你女儿念经就是了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女儿这个事情不解决的话，她接下来以后还会找你麻烦的。啊，明白了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为这个女儿你特别伤心，特别烦恼，而且花掉很多钱。这个是确实。确实的，来问你要债的呀，还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啊。好了，老妈妈，你记住我句话：树有根，水有源，什么事情都有冤结的。所以这个你赶快把它念掉，你女儿会好很多。现在你女儿这个胳膊是人家说属于软神经性的一种损伤，而且到里边了，非常不容易好。但是呢，也不是很重的病，你明白吗？好了。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医生。你赶快给他念49张小房子可以吗？49张小房子。啊，好吗？可是我刚刚念了3张。老妈妈，你念49张会很好的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脾气很倔的，很麻烦的。看见了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不是很麻烦，在感情上也麻烦，她找男朋友也麻烦。哦，听得懂吗？懂。听得懂了吗？是听到的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啊，她有男朋友，她谈过几个你还不知道啊？她有一个谈了差点要结婚了，后来没成功。在这个男朋友之前。我确实不觉得。我就讲给你听了，老妈妈，这就是他的命根当中婚姻运特别麻烦，你明白吗？好了。谢谢台长。没什么大问题。那么台长想再问你，儿几年的大学可以考吗？啊，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也是一样，就是同一个你。几几年？你再讲一遍。94年。因为我打上去之后，一次看完了，我就忘记了。啊。然后你再告诉我，我再打上去看。94年狗。94年属狗的是吧？哎，你的。没问题。
你的女儿读书还是不错的，很用功的，她不要你管，你讲了半天说她你用功的用功，她自己都安排好的。啊，是的，哎，好了，老妈妈啊，老妈妈你自己当心点身体就好了啊，你的肠胃很差。我哪是没有，我跟你说了，你的肠胃要特别当心了，台长如果提早讲出来你什么地方不好，你赶快就要注意检查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我讲出来的话两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好了老妈妈，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你好，卢台长。你好，我是为我儿子求的。2004年属猴的。看见了。你的儿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脑子有问题，智商出问题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个孩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。一个灵性是一个老人，这个孩子在生出来之前，你们家族里边有没有一个老人过世？没有。两年多前，孩子生出来两年多前，爷爷奶奶啊，外公外婆啊？没有，只有一个姨父。姨父是吧？是吧？对。是姨父是吧？对。哎，我讲给你听他的样子啊。那我讲给你听啊，个子不是很高的，头发往后梳的，死的时候很痛苦，眉毛平的，两个眼睛不大，小小的，鼻子也小小的。对，吓死你们了！我告诉你们，都看得见的，在他身上。那我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应该怎么做？我现在，你现在赶紧跟他许愿，要念800张小房子。明白吗？而且这个孩子现在讲话都不大好讲，话讲不清楚的。对，明白吗？你们要不要我当场给他点颜色看看？啊，谢谢。啊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蒋伟新。蒋伟新，过来，蒋伟新。等等啊，小卫星，好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好孩子啊，不要动啊。好，会讲话吗？来讲话，叫一下台长，台长。小台长。台长。小台长。好。好，台长叫了，看见吗？拜一拜。拜一拜，手拜一拜。拜拜。你拿手拜一拜。你叫他拜拜。手拜一拜。喂。手拜一拜。好，看见了吗？你们看荧光屏上就可以了，用不着站起来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叔叔已经在他身上很多年了，你必须要把他念走，不念走的话，这个孩子活不长的。先折磨他，大概在15年之后，这个叔叔就要把他带走了。是他的公公。啊，公公就会把他带走，你听得懂吗？好吧，你现在赶紧给他念800张小房子，然后你每天最好给他念27遍心经，大悲咒念17遍，礼佛念5遍，好吗？大悲咒几遍？大悲咒17遍，心经27遍，他有人给你记的，好吗？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这孩子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主要是灵性在身上，他不是一直这样的，有时候很听话，一到晚上就不听话了。你听得懂吗？因为他会说话吗？对不对啊？对，对的。他是主要这个灵性是晚上就上他身，白天有个好一点，他会不会说话？我讲给你听，很快就会说话。你念到3-400张的时候，你看看他会不会像现在这样？
你到时候一定会告诉台长的。像治治他这种病啊，对台长来讲啊，小菜一碟了。好了，听话，跟台长说再见，老实了吧？再见。哎，看见吗？拜拜。看见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没问题的，小房子念到底就可以了。下一个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鲁台长师父。嗯。我去年已经见过了。嗯。我今年就来见了。来见了。我是为了这个小孩子。哪个小孩子啊？这个小孩子是吧？这个孩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好，你讲吧。我已经念了小房子。几张小房子啊？不多。你想想看，你不多，你怎么会让他好啊？明白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帮你看看他现在好一点吗？你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的吧。87年1月1号，是虎年的，应该是。87年属老虎的。87年1月1号。嗯，他的病已经比过去好一点了。他没有病，他生来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脑子不好不是病啊，还没病了。哎，我看你马上要有病了。我真的有病，我等一下就看一下。我真的有病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的病不轻啊，我待会儿帮你看。你这个儿子，我可以告诉你啊。脑子，我刚刚看他图腾，脑子后面血管走啊走啊走，走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慢，走不过去。所以他的就是有时候的痴呆，或者有一些恐惧症，或者有些什么是一阵一阵的，他突然之间会觉得哎呦很呆，发呆或者发傻，过一阵子了又好了，对不对呀？是。那现在什么办法？告诉你，他身上有两个灵性，一个灵性是你打胎的孩子，一个女孩。啊，你掉过一个孩子，现在在他身上，你赶快把他念掉，明白了吗？而且这个孩子你打掉的时候还蛮大的，明白了吗？打掉有。好了。我讲给你听好吗？一个在他的身上。还有一个，你有没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过世的？没有。你妈妈打掉的孩子？你问你妈妈打掉过没有？100%。是你在你生出来的前面或者后面有一个你的姐姐或者妹妹在她身上，所以她经常表面上看起来你看她不动，实际上她有时候做出来一些动作，像女人。嗯，像不像啊？啊，有时候跟着妈妈拉住你，轻轻的，妈妈偎依在你的身边。是。看见了吗？赶快给他念经，他是属于文的，他不是属于武的，因为他两个都是女的在他身上，所以他难不了了。你听得懂吗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像他这种，你好好给他念，明白了吗？他现在的思维还是属于比较正常，但是他主要是大脑发育不良，明白了吗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血脉不和。嗯。两个灵性在他身上不停地搞他，所以他还有一个身体上的问题，就是这么小的年纪，他的肠胃很不好，经常吃不下东西。他。啊。不会的。经常吃不下，我指的并不是说一直吃不下，是不是经常？他胃口很好的。胃口很好，但是他的胃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看他的胃很不好。这样。嗯，他现在吃下去的东西，要么就不消化，要么有时候觉得经常会打嗝啊什么东西。打嗝有。有吗？有。经常打嗝。那还有，这孩子的手。手有点畸形，嗯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一个脚，经常站不长，有一个脚有点畸形的，嗯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嗯，
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主要是脑子。他现在的手和脚的神经都被脑子牵住了，如果你让他脑子这里没有牵挂的话，就是能够疏通的话就好了。我劝你这么小就给他吃点丹参片，丹参片非常非常好。你相信台长，丹参片是天上的药，非常非常好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人，我不想讲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连很多皇室里的人，他们吃中药都吃我们丹参片。丹参片活血化瘀，瘀是什么？很多人生癌症、长肿瘤都是瘀啊，化掉这个瘀啊，丹参片非常好。你听得懂吗？这孩子没什么问题的，好吧？哎，不好起来你就不要来找卢台长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很快就好起来了。你现在只念了这么几张，你不行啊，你要多念了。像他这种毛病，没有800张到1000张不行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不好？怎么念呢？怎么念他的？用嘴巴念。傻姑娘，到门口去问他们，自信处他们会教你的。你们法国公修组有很多心灵法门的佛友，他们都会教你的，好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自己要记住，你自己的血脉很不好，你有血压高，明白吗？血压没有。你的心脏经常会胸闷气急，有没有？一不开心或者天气一不好，或者做一些事情就会觉得胸闷气急。这个没有。你要当心啊，你的心脏已经出毛病了。现在真的有病上来过去是哪一种病？你看看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的心脏呀，因为我看这个血液流不到这个位置呀，所以你的手脚会有点发麻呀，睡觉的时候。没有。要命了。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这个病，我刚刚看出来你就是这个病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去查，一定有，明白吗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腰。腰啊，你的腰很不好。我跟你说，血脉非常不和，你的腰和血脉，你浑身无力，老觉得身体不好，老觉得自己好像两手无力，浑身没有力量，你明白吗？我希望你呀，改改运吧，把你的头发跟我撸撸上去。额头是天庭，要饱满的。很多人把头发全部遮在前面，一点运气都没有的。头发绝对不能遮在前面的，遮在前面是天庭被你遮住了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大家都在撸了。师傅，请问一下，我家里那个佛堂观音菩萨怎么样？我看一看你家的佛堂啊。啊，你家里房子还蛮大的，蛮好的。你佛台是设在你们家面的，家里进门的左边。这里地方特别亮，是，对，看见吗？是。而且我看见你们家的沙发挺漂亮的，啊，皮的，啊，有点真，啊，而且我告诉你们家的家具也挺好的，谢谢观音。哎，还有个吊灯，啊，不看了，算了，不看了。观音菩萨在哪里？观世音菩萨，哇，你们家还供祖宗呢？没有祖宗，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。还有地主。下面有经常有祖宗来的，你有牌位的。地主爷，什么？地主老爷，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啦？要我讲的，跟你说了。观音菩萨有人在。来，但是你这个老爷来了，其实从来不来的。观音菩萨来，老爷从来不来的，听得懂吗？那个老爷跟菩萨不是一个层次里边的，你明白了吗？地神啊，那个叫。哎呀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很多人不懂的，供烤乳猪。我问你，观音菩萨烤乳猪啊，吃烤乳猪的？你听得懂吗？那是地神，地神跟不能跟天上的菩萨放在一起。菩萨是菩萨，地神是地神。没有放在一起，没有放在一起。放在一起就在边上，没有放在一起就在边上。你要记住啊，台长看上去清清楚楚的。你们家里倒是蛮大的，蛮漂亮的。谢谢。还有我爸爸。已经过世了，97年了。哎，应该不能看那么多的，给你看看吧。对不起，因为你对着嘴巴一点，大家都听不见。97年了。属什么的？属老虎的。你爸爸是吧？过世了，过世了。过世讲名字，活着讲生肖。叫陈报顺心，陈报心。报是什么报？抱歉的报。抱歉报就是报复的报了。
欣欣向荣，雄欣欣向荣的欣，没欣啊，看见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跟你爸爸长得不是太像，上半部很像，下半部不像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我讲给你听，你爸爸人个子不高，很能干，活着的时候什么都能做，家里什么事情都能做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很暴怒，是啊，他居然还跑到天上去了，恭喜你，因为他走的时候你给他做过佛事的，你们家里是啊，穿得很漂亮，丝绸的，蓝色的，是啊，看见了吗？对，大家看见了没有？谢谢鲁台长，谢谢鲁台长，很好，在天上的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他现在叫了，跟我讲，叫了你一句小名，他叫从来不叫你全部名字的，你是三个名字是不是啊？你两个名字，三个名字啊？我是一个名字，他们去到哪里工作，他们就帮我造了叫了一个名字，真的取了三个名字。对不对啊？大家听到了没有啊？好了。谢谢。好的。你要好好念经的。这个儿子很快就把他能念好的。各位。师姐师妹啊，各位居士，你是一定要信观世音菩萨，佛菩萨是真人的，信他说菩萨，真的是吧？做真人了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人不会生死的，人死掉之后了，台长经常说，就像一个汽车，你开惯这个汽车了，你人还是这个灵魂呀，你再换一辆汽车，你还是他呀。你讲，请讲。鲁台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，我妈妈是33年出生的。33年，不，你就告诉我你妈妈33年属什么的？属鸡的。33年属鸡的是吧？33年属鸡的。好，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？她的身体。两个腿关节非常不好。是。对不对呀？对。你妈妈一生劳碌命，拼命的做，心里什么都放不下，听得懂吗？不要太难过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妈妈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自己要知道，有时候人到这个世界上是来还债的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妈除了关节不好，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腰不好。腰啊，现在直不起来，他个子也蛮高的，但是腰直不起来，明白吗？还有脖子啊，颈椎脖子不好，睡觉啊，这个脖子啊很酸痛。是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你妈妈打胎过好几个孩子，掉过好几个孩子。是，我听你讲了，你不要讲了。是，听得懂吗？现在叫你妈妈赶紧把几个孩子念掉，你妈妈身体会好起来的。人是很善良的一个老人，年轻的时候比较厉害，明白了吗？嘴巴厉害，年轻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些东西会有造口业的，所以做人不能啊，想到年轻的时候不当心，该讲的讲，不该讲的就不要讲，明白了吗？好嘞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我自己。你讲响一点啊。还有我自己身体。你自己是吧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你对着嘴巴一点，对着嘴巴。65年。65年属什么？属蛇。65年属蛇的是吧？哎呦，你也是很苦哎，你的感情运非常不好，你2次婚姻了。没有。你命根当中应该有2次婚姻，你很危险。你告诉我实话，台长告诉你，你这次婚姻就是现在这次婚姻，你都是很危险的，差一点离婚，你有没有？以前有过。以前有过。听得懂吗？差一点点呐，明白了吗？是
那是你自己可能做善事，你不停地在修心啊念经啊，可以化解很多，但是你还是要当心，你稍不留神这个事情还会发生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每天给你老公念经好不好啊？给他念心经行不行啊？我自己念啊。你给你老公念呀？我自己念，给我老公念啊。你念给你老公念心经啊。对，明白吗？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？在啊。在就没事了，你其实挺好的，没事。你老公呢，人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也不舍得跟你不好的，只不过你老公呢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喜欢他呢叫他不要去喜欢人家就好了呀，听得懂吗？你自己呢也不要弄得邋里邋遢的，头发们弄弄好，精神的好一点，听得懂吗？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。还有你自己要当心啊，你的腰很差，还有你的妇科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你有子宫肌瘤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查过没有啊？没有。右面子宫肌瘤这么大，你去查，你要是没有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叫我卢台长，叫我驴台长。听得懂吗？好不好？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了。好，身体当心啊。你这个人怕冷啊，你很怕冷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阴啊，阴重的，阴气重的不得了。好了，你们家里风水不是太好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家里一进去，我刚刚看到你们家里一进去有个楼梯啊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楼梯啊，右手边。是是是。遮起来，把楼梯遮起来。遮起来，不要放在那边。哎。遮起来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这会影响你家里的风水的。家里一有楼梯，一转就转掉了，好的东西都没了。听得懂吗？那是那个公箱是放在那边啊，不是我们放的，我们搬过来，他把它搬过去，不是。想办法把它遮起来，要么把它弄掉。听得懂吗？好吗？好了，没事。那我念那个小房子，念那个。你现在念小房子，你自己好好念，念49张小房子。而且你自己要增加一点大悲咒，大悲咒是增加你能量的。你现在阴气很重，你晚上经常会听到一点声音响。我大悲咒就是每天都是在家里念。念几遍？不是，就没事没刻都在念，是不是我念？不是你念。是。放录音。是录音。你叫菩萨替你念。你本事很大。你听得懂了吗？要自己念的呀，傻姑娘啊！她说她在念经，放录音，菩萨帮她念。我看你比大法师还厉害。好了，下去了。讲吧。娘。属鼠的，几几年？60年，属老鼠的是吧？对，我就问一下健康。那首先我从上面帮你看下来，颈椎不好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小腹部出毛病，小腹部啊，肠胃这个地方出毛病了，明白吗？而且我看见你小腹部上面好像有动过手术的痕迹。对。还有你的腰不好。对。30多年。你生过几个孩子啊？两个。有一个孩子你生的时候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没了，那个。看见吗？不是那个没了，
是那个如果生了出来有的话你就没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医生跟你讲过没有？讲过。所以有的孩子到人间来就是来讨债的，我今天出来了我就要你妈妈的命，明白吗？过去女人生病一个脚踩在棺材里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些道理，你要赶快给她念经超度的，否则你会一直被她要债的，你明白吗？她现在主要爬在你的腰上，对，所以你的腰越来越不好，那个后背那个老发凉，对，她老在你这个地方，明白了吗？你想不想看看她啊？哎呀，你要看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。很多人跟台长学佛，有些人说不相信，台长有一次就说：“好，你不相信是吧？晚上我叫他看，晚上来了，吓得半死了。”当然你相信了，我也不会。台长，那个我还想那个问一下，我想在这那个开店可以不可以？你在这开店是吧？对，我想开一个，看你有没有问题。好，你是几几年属什么的？那个60年那个属鼠的。哦，你开过一个小店的。开过那个又关了，我想再看见吗？有没有运气？看见吗？开过关了，主要是合作者没有和好。对。那个是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是对你有点意思的。后来你们两个感情的不好的，所以你们就分掉的。跟台长学佛很开心的，法喜充满，对不对？知道人生改变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好啊，你这个人实际上有自己的财运，明白吗？你自己要开，你要当心，因为你这个人自己是财运不够的，你要靠别人帮助的，明白了吗？因为人家如果不催你的话，你自己开不好店的。是人家帮你出很多点子啊，帮你跑，你呢坐镇在店里是可以赚点钱的。但是你这个生意呢，台长告诉你，实际上你已经看过很多个了。你现在心目当中是有一个生意，这个生意我觉得你可以做，但是做两年之后你要特别当心，除非你念经，否则这个租金啊、租约这个地方会出现问题。那个我问一下，和我的那个对象可以不可以在一起开这个店？看见了吗？你说对象，和我老公，上次就是对，对到后来对错了，对，现在继续对，啊？老公一块开，哎，可以。我不管你，他属龙，我不管你老公对象，反正跟你在一起，他属什么？告诉我。属龙的。我看看他能帮助你吧。对。你他属龙，你属什么？属鼠。这个人过去做过生意，而且做得蛮大的，对，但是他这个人有一点点小问题，听得懂了吗？我心里有数，你也有数，明白，所以你们更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，然后才能把生意做。我说什么他全知道，因为我只要一看我就知道他跟那个龙是什么关系的，我什么都看得到的。好了，你好好努力吧，你可以借他一臂之力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你也不要化妆的打扮的太像男人一样，稍微女性一点，明白了吧？啊，你太强硬也不好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好好念。好，教你个窍门，要把这个生意做好，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，这个咒是心想事成的经。准提神咒很短的，每天念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。我这个未来的老公能够跟我一起好好开生意，我一定不做坏事，会讲吗？会讲，没问题。好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好啦，下一个。你好，对着话筒讲，对着话筒讲。他的，我想帮帮他的儿子，问他不会说普通话。啊，他不会说普通话。他是1980年生的，属猴的。属猴的。他是1900几年？80年。80年生的，属猴的，他是吧？是。他想问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不是的。他什么呀？啊，他的运气不好，他说。
他的运气不是不好啊，他的运气一直不好，一直不好。嗯，而且他的感情运也不好，你告诉他。对，我知道。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他这个人，而且年轻的时候老给人家上当受骗，他的钱倒一直是有的了。而且我知道他现在还有很多钱藏着，还有钱，很多钱藏着。嗯，你就别告诉他，他不知道，他妈妈不知道。嗯，你听得懂吗？狼狈是为。他讲的是什么话？他说儿子没有告诉他钱藏在哪里。他说温州话是吧？是啊。啊，温州话。嗯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人啊，真的，他这个人人很好的，人很好，但是他很可怜。他为什么？他老帮助别人，但是人家永远不会对他好的。你问他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是是是。嗯，现在知道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来还债的。你上辈子是个男人，你骗了很多人，所以这辈子就让你来给人家骗的。所以你一直会被人家骗下去的。听得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哎，他谈恋爱都是倒贴的。他花钱请人家吃，请人家穿，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准的啦？哎呀，嗯，哈哈哈哈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吗？讲出来讲国语的听得懂吗？他听懂，我不会说，不会讲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台长教你个方法，好吧？每天念心经21遍。就智慧就长出来了，就不会被人家骗了。而且呢，多念一点大悲咒，念个17遍大悲咒，礼佛念3遍，礼佛念3遍。然后呢，自己呢多念一点消灾吉祥神咒，很短的消灾吉祥神咒，它会消掉很多的灾的，明白吗？你要注意你的妇科很不好。妇科很不好。你告诉他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学校里的时候就蛮红的。你别看他在学校里的时候一直是出类拔萃的，但是呢，他到后来之后呢，他的妇科很不好，他去掉很多的好的一种事情，明白吗？你看我讲，他全点头，看见吗？他听得懂，不会讲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这种人啊，连老师都很喜欢他的。因为他喜欢给老师买东西嘛。哎呀，你怎么什么都讲得出来呢？班长小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明白吗？你叫他自己开始要多念点经，然后呢，他慢慢慢慢的人会变得有智慧。他主要是什么？主要还是因为他掉过孩子，他的孩子还是。他说，孩子已经掉过了。掉过了，掉了之后你要给他念经的呀，你不念经他没地方去，他是孤魂野鬼，他就一直在你身上。哎，要什么经啊？小房子。小房子呀，像这种要念39张小房子。39张。哎，明白了吗？否则他一直搞你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要注意啊，你的脚很不好啊，你有一个脚啊很不好。哎，听得懂了吗？他什么都知道。台长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家里的佛堂好不好？你跟他一家的？哎，不是一家的。不是一家，你怎么可以问呢？他问的，给你问的，你是假公济私啊。你帮他问问，就问到自己家里来了。人家在边上帮你做演员，你唱三黄的，哎。你家里还可以，你家蛮好的。可以啊。你家还可以，你能做点小生意的。做小生意。你可以做点小生意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这个人可以做小生意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没什么大问题。家里还蛮好的，不大，但是蛮干净的。蛮干净。好了。好了。我想问问题啊。还想问什么？我是蛮干净的。他自己过，他想问问他自己。他刚才不就是问的？他刚才已经说过了嘛，我的这个运气，他的运气好啊。他的运气，他现在几年？几岁啊？几岁？问你几岁？我啊，58岁。跟你8岁呀、啊？人家不是，不是8岁呀、啊？是好的，不是8岁。你现在这样好吧？
你的运气呢，实际上现在还是有的。你别看你这个人，我刚才讲过的财运一直有，明白了吗？你59岁，人家是官是劫，你注意身体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的59岁的财运还是有，因为你经常有人会帮助你钱方面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爸爸是帮我的吗？好嘞，好好念经啦，好吗？他有2年运气，59、60，这2年他都可以赚点钱的。谢谢。好嘞，好嘞，啊？不能问了，给人家问问吧。嗯，谢谢啊。嗯。你好，台长。你好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正好是我出生日子，然后生日还加上年份。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要台长给你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这个号码。哦，这个号码就是你的出生年月的日子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巧的了？是啊，年份也一样。好，你讲吧。我想问我，75年的属兔的健康。75年属兔子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不好，他的健康很不好。是啊。首先他的肝，听得懂吗？说的对不对呀？不知道。肝不好，你告诉他。好不好啊？还有你告诉他，他的肾脏不好，他有一个右肾，现在右面那个腰子啊，整个血液不血脉不通。这个他没结婚的时候就告诉我。那你现在知道台长讲的对不对啊？啊，差不多对的。我很好玩，我这是在台湾那个时候，有一个人，我跟他讲，讲的哇，讲的讲的很对，他最后说，他最后他就说，卢台长，你都答对了，他说我，我说数学考试啊，还100分呢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哦，那你还想问问什么东西啊？我想问他，什么时候那个子宫流血不得死，腰部什么时候会好？腰部什么时候会好？他现在的腰，你要叫他特别当心，因为他现在做的工作对腰有点损伤的。可是叫他已经很重东西不要做了。看见了吗？不要做了，很重的东西虽然不要做，但是他还必须要做，听得懂吗？那我已经帮他抬了。他比台长还厉害，他就能帮他抬。你帮他改了，实际上就是你帮助他换了一个工种，或者你帮他做掉很多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你是一个很吃苦的人，实际上台长你用不着讲我就知道了，你跟他现在感情特别好，听得懂吗？你想帮助他，好像不一定，因为是他不一定要你，不是你不一定要他，听得懂了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点头了，看见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什么都看得见的，啊！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还想问他身体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他有一点糖尿病，他会永远好吗？会永远好吗？糖尿病现在说好不了的，一辈子好不了的。那以前现在人不是说有一种新发明，等下会不用吃药、不用打针就好了吗？对了，就是台长教你的念经就好了。听得懂了吗？你叫他念经，因为他过去吃海鲜太多。我现在看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帮他念吧，因为我现在看他吃的这个整个身体上有很多活的海鲜，他吃不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再让他吃了，你至少叫他不要吃活的，冰冻的吃吃就算了，但是活的一吃，我告诉你，晚年死的时候很痛苦的。这个我告诉你。明白了吗？千万不能吃活的海鲜，只能吃冰冻的。他已经戒很多东西不吃了，已经挺辛苦的了。
那我告诉你，台长比你还辛苦，谢谢。因为我几十年都不吃荤的，所以我很辛苦。那是福气呀、啊！你要知道，一个人生癌症，你去问问看，生癌症的人全是酸性体质的，而且你癌症扩散都是酸性体质的。所以医生说，碱性体质的人，就是说碱性体质的人不容易生癌症。那么碱性，凡是吃荤的人，基本上都是酸性体质。你听得懂吗？我想问一下生意，他的生意可以？他的生意是吧？小生意也不是什么大生意，能赚点钱。哎呀，他们花的，听得懂了吗？那他什么时候会有个账还清吗？什么？他欠别人钱。你现在最好好好念经，你问的这些问题最好到法国去找一个算命的人，把你算一算。因为台长不是算命先生，台长这么大的神通是为了救人会命的。如果你说今天念经，我还帮你看看。你不念经，你不管是谁，我也不会给你看。好好好，听得懂了吗？懂。好了，谢谢了。王台长你好。你好。65年3月7号出生。属什么的？属鼠的。65年属老鼠的。啊？蛇是吧？属蛇。哎。属鼠的。65年属蛇的。3月6号。想问什么？告诉我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想问我自己。啊，你自己。嗯。属蛇的。嗯。你想问什么告诉我。身体健康，我想问用情。首先你的肠胃很不好，明白了吗？而且你这个肝有一点问题，你的肝啊有点脂肪肝，所以你这个人肝火旺，很容易发脾气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很不开心，动不动就不开心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自己要懂得，有时候啊要懂得自己怎么样调节，多念心经。还有你自己的腰也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不好啊？我先问一下，我这个人可以做什么生意吗？你这个人可以做什么生意吗？对。你这个人可以做什么生意吗？属蛇的是吧？嗯。你这个人好高骛远，听得懂吗？你想做很多生意，但是做不好。你做过生意做不好，因为你气量太小，听得懂吗？因为我看见那个蛇一直在卷着打转，自己打转卷着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凡是蛇打转就是属于保护，就是你太保护好自己了，所以你赚不到钱，做不好生意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自己要放开一点，你的心胸比较狭窄，动不动就不开心，谁来跟你做生意啊？明白了吗？你又不是没做过生意，做不成而已啊，听得懂吗？好嘞，好嘞，不念经的跑过来问做生意的，把卢台长当成算命的，哎，真的是。喂，你好，卢台长，今天我很荣幸，你生意很好，像很多问题，我希望你指教我今后应该怎么做，因为我的运气很坏。讲吧。我的身体也不好。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68年属猴的。你身体最大的问题是妇科，听得懂吗？从小就不好，明白了吗？自己知道就好了。不要太受寒，多念大悲咒。还有你的颈椎脖子酸痛，明白了吗？肠胃也不好。你没有嘴巴的，你讲讲呀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谢
对不起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啊，还有自己要知道，你身上有灵性，所以你经常觉得身体很冷，明白了吗？对。那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首先晚上最好能泡脚。谢谢。然后放点黄酒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然后自己一边泡脚一边念大悲咒。大悲咒。哎，然后自己把身上的灵性念掉，要需要39张小房子。39张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做梦做到过小孩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嗯。台长可以今天晚上叫你做到的。做到没关系的，小孩子呀，没关系的，就你自己。我不知道是你妈妈打他的孩子在你身上，也不知道是你的孩子有一个小孩子在你身上，你自己打掉过孩子没有？我没有打过孩子。那就是你妈妈的孩子，因为我不能肯定是你的。我妈妈有。你妈妈有是吧？我讲给你听的。可能是我上面的弟弟，这个弟弟经常在你身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会让你非常的难过，而且你这个人智商越来越差，记性越来越差。对。对。还有，你别看你头发很多，你掉头发。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好了。我可以干事业吗？开店。有运气吗？每个人都跑过来问我这种问题，我没办法。干事业嘛，开店嘛，有没有运气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当你身体好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有运气。你记住，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，他就没有运气。有运气的人身体都很好的，身体不好的人运气一定不好。你先把身体养好了，你再开店，你就会好一点。听得懂吗？听懂，谢谢。你自己多调养调养自己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还有自己要放下很多啊，你自己的老公跟你的关系你要好好的处理，不要整天的忧愁烦恼，你少管他，随他去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台长点你，你知道了吗？谢谢。谢谢你的指教。对不起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他现在在中国，他会来到法国吗？我很希望他来到法国，我应该怎么去做？每天给他们念准提神咒49遍，给孩子，给两个孩子，然后每天给他们念心经，让他们开智慧，你试试看，很快就会来了。但是他们这两个孩子来了之后会给你找很多麻烦的，我只能这么讲，因为你太溺爱他们了，他们在中国已经给你找很多麻烦了。那没办法，自己的孩子。我讲话你都听得懂的。听懂。他来了之后会跟你的老公会有些麻烦的，因为有一孩子不是你老公。谢谢。那我现在是一个男朋友，我们两个，所以这个男朋友你就要更要珍惜他，你不要孩子来了之后把男朋友都弄跑掉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我告诉你，台长什么都看得见的，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，要多念经。人的运气好坏实际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如果你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，你就什么都不怕，明白吗？好了，你说吧。你好，台长。你好。我问我自己身体健康，1997年属鼠的。1997年属老鼠的。No， 1972年了，说错了。看见你紧张。19多少啊？1972年属鼠的。属老鼠是吧？喂。1972年属老鼠是吧？嗯。想问什么？身体健的状况。你自己是吧？喂。那几个问题你自己要特别当心啊。喂。你的心脏啊。嗯。心脏啊，胸闷气急啊。
经常有点不舒服啊。我最近。看见吗？大家听到了吗？第二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的颈椎脖子也不好。喂，很久。但是我的胸部好像只有两个月。我只发现我自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。你现在自己感觉还是医生说的？我自己感觉，我也去做了检查，检查起来都很好。不是，我发现我自己的胸口有时候不舒服，发现了两个月。已经放进了两个月。那台长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很清楚吗？你现在心脏是有问题了呀。心脏有问题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啊，明白了吗？你自己要懂得一个道理啊，因为你现在纠结的事情太多，你心中现在有两件事情放不下，很大的。什么事情？你自己知道，还要问我啊？一个是我儿子，他应该。那你可不可以现在帮我儿子说说，他读书不好？我跟你讲了，先把你讲完吧，一个人只能问两个，好吧？现在跟你讲了，你自己要当心了，你的妇科以后会长东西的。妇科以后会长东西。会长东西，你要特别当心的。明白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自己的整个的骨头以后晚年会很糟糕，你现在要多晒太阳，你的维他命 D 都不够，你的骨头会滴滴滴滴响的，平时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了，就这点事情啦，其他没有什么，两个月肯定活得长的。好了，吓我好，那问我女儿呢？问你女儿，你讲吧。她也是属老鼠的，也是1996年出生的。你叫她当心啊，她有些想法不对头啊。她有些想法。她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的。她有时候特别冲，做事情特别的。跟人家冲，但是有时候呢胆子又小得不得了，而且他经常不大愿意理人家，经常自己在房门一关，在家里玩电脑。因为他对不对了？有时候他情绪的问题。现在记住，实际上他有一点点自闭啊。有点点自闭啊。自闭啊。哦，这样的。他不愿意理人家的。那他再发展下去就不是太好了。那他读书好不好？读书没问题的。他将来会好。没有问题的，你好好给他念心经啊，念心经好吗？多给他念心经，好吧？好了好了啊，好，下一个下一个，看看那个小孩子，我看看那小孩子来。卢会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我的儿子。小孩子啊。2007年属猪的。你让他坐下来，没关系的。让他安定一点。好，你说吧。57年属猪的。2007年。他一出来就没讲过话，出家又骂过话。2007年。对，属猪的。很麻烦，第一是讨债鬼。明白吗？第二，你们家里祖上有杀业，他就是被你们杀掉的一个很大的动物来投胎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会把你们家搞得倾家荡产，你们为他家，你们为了他，你们在因为我老公家，他老公以前打鱼的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打鱼的呢？所以看见了吗？就是来要债的，就是来还债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赶紧给他念小房子还债呀、啊！念多少张？念多少张？安定啊！婆婆救你啊！婆婆救你啊！好，什么？他上一次让我就从楼上摔下去了，我说不是保佑他了。现在在医院里，我都不敢带他回家，我带他回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带他。你给他念
你给他要念900张小房子。900张，我念。而且你赶快要许愿，大概你给他放生要放2000条鱼。我家中国他们。啊？我家中国他们买的饭一样吗？什么？就是你家里买的。一样的，你给他，你自己花钱让他放就可以了， okay, 好吗？好。还有要许愿，要发愿。如果这个孩子好了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明白吗？ Okay, 你要跟度更多的人，你要许愿的，好吗？要许愿。好啦。好吧。我另外问一下，我家大儿子跟老朱噩梦。你说呀，我听不。你说我大儿子，我大儿子经常做噩梦。啊，做什么梦啊？老婆很怕的梦，他说。啊，噩梦的话就是有鬼被鬼追的，有的人是鬼压身，就是晚上一个人。他昨天晚上说梦见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怕起来跑到我的房间来的。这个都是你们家里有灵性了，像这种事情，台长就是治这种事情的。但是不能把他赶走，不能跟他斗争，你只能念小房子送给他，他很快就不来了。怎么念？念21张小房子，好吗？几张？你待会21张，你到门口去问他们，他们资讯处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念法的。好吗？知道。没有问题的，这些都是小事情。灵性病的话，用念经的，但是其他的经文呢？其他的如果身体上的病呢，看医生。你明白吗？知道。灵性病医生看不好的。对对对。好吗？喂。另外我想问一下，我想把菩萨埋，就是供起来，供我家房子哪一个地方比较好？供在你们家进门的右面。进门的右面。到底的右面。哦，知道。知道了吗？右面那是厨房啊。右面就是客厅的右面。哦，客厅的右面。就靠沙发边上。就是说。电视机靠沙发的边上。嗯。明白了吗？窗户看见吗？那个有窗户。窗户那里。就窗户边上有块墙。哦，知道。就放在那里。OK。另外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我爸我妈去世很多年了，问一下我妈妈季阳中，我爸爸季阳中。属羊的，不是叫什么名字？季阳中。季是什么季啊？季，阴阳四季的季。啊，姓季的。阳，雨阳的阳，中，中职的中。啊。季阳。中。中。宗教的中。宗教的宗。就是说死了已经有28年了。在阿修罗道。还要跟他念经是吧？给他再念49张小房子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卢会长。好，你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。小姑娘，你讲吧。你好，师父。我4月份梦到你走过来，很大很大的一个像走过来，然后我眼泪流出来，看到你。你看见我眼泪流下来了。对。大家看见了吗？4月份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台长，所以你今天一定台长会救你的，因为台长的法身每天要在外面救人的，你明白吗？对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走路？你几年属什么的？83年属猪的。你这样，你现在的身上的业障比较少了，已经少很多了。你已经在念小房子了。对，50张了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站起来的话，可能是明年的事情，但是你的腿可以动了，已经可以一点点动了。现在可以走了，可以走。看见了吗？你这样，今天台长给你治疗一下，大家都做见证。我可以帮助你，让你站起来，给你加持一下，但是呢，不会完全好的，
你还是要靠自己小房子，你小房子必须许愿要900张小房子。好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吧，你先不要动啊，台长先，我跟你讲，你再站起来啊。现在觉得腿有热吗？腰这里热了吗？腿有点麻麻的。麻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现在一点点慢慢的先站起来试试看，好吗？好的。妈妈帮你啊，不要着急。来，妈妈帮忙搀一下先啊。来，小杨帮帮他啊，不要着急啊，一点点来。好，台长帮你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放开。先站着啊，等等啊。好。好，现在你一个腿动动看，一点点来，不要着急啊，扶着扶着它一点点。好，一二四，好。一二，好，走走看，好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台长现在叫你往后退，不要放，眼睛不要想，脑子不要想，哎，好，走，好，好，走，哎，好，嗯，好，看见了吗？小姑娘，你听台长的话，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走动吧？很快。等到你两个腿越来越觉得麻了，而且热了，这个之后你慢慢的学着站起来，坚持走，你很快就能走路了。明年的事情，六月份左右。好，谢谢卢台长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啊，好。要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小房子要多念。小姑娘听得懂吗？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对。嗯，台长一定会救你的啊。我还想问一下，放生多少？嗯，你放生要放2500条鱼。可不可以帮我布置一下我的功课？你功课最好就大悲咒念49遍。好。心经念21遍，礼佛念3遍。好。往生咒念49遍。好。还有准提神咒49遍。好。好吗？嗯，谢谢。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小姑娘。好。你要有信心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台长看到你了，刚刚已经看到你以后站起来走路那个样子了。嗯、谢谢，谢谢台长。好了，好了。嗯，大家如果欢迎台长的话，台长以后再到法国来看大家。嗯、但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多度一些人，让更多的人相信念经。他们会自己帮助好自己的啊！哎，你请说。台长你好。哎。嗯，问一下我自己。嗯。我是62年属虎的。啊，你想问什么？62年属虎。啊，问健康，还有就是财运好不好？我讲给你听啊，你的健康身体非常的虚弱。嗯。明白吗？你的健康身体非常虚弱，实际上你浑身都有点酸痛。血脉不和、嗯、对，哎，对对对、嗯、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肝、哦、明白吗、嗯、你的肾脏也不好，肝也不好，而且你还有过去有过糖那个胆囊啊，有过毛病。对对对，真的胆囊有问题啊，胆囊有问题、嗯、明白了吗？对 对, 对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真的是有，这个真的是身上有东西的。对。你记住，你也是身上有孩子，明白了吗？身上有孩子。哎，就是有小鬼啊。哦。哎，你自己赶快要念掉，27章一个，要念2波。就是小房子啊。小房子，27章。每天念27波。哎哎，明白吗？啊，念2遍。你可以做点小生意。嗯。你的财运。还是不错的、嗯、但是你这个人主要是不聚财、嗯、
不聚财。明白吗？你有财运，你藏着，好像以为很多了，实际上你不聚财的。哦。你这个财进来了，财有出去了。对对对对。永远藏不住的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好，我再问一下我儿子吧。我儿子，他想回中国，你说留在法国好还是回中国好？你儿子是吧？对。几年属什么呢？88年属龙的。我看一下啊，88年属龙的。你这样吧，你叫他今年不要先回去，留到明年过完春节。好的。你让他回中国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他现在在中国，有些人对他不错，想照顾他。对。在这里呢，觉得不满意。对。但是现在不能回去，现在回去你家里会有麻烦。哦，这边家里会有麻烦。对，你都听得懂我意思的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卢台长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是1959年出生的，属猪的，问一下。1959年属什么？属猪的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想问什么？健康问题还财运。都想发财。对。我觉得法国人都想发财。主要是。59年属猪的是吧？对。你首先要叫他注意一个腰。腰。腰很不好。腰不好。腰肌酸软，听得懂吗？还有关节不好。对。啊。对。还有自己要记住，他的乳腺有一个乳腺增生。乳腺增生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要叫他特别当心了啊。其他的问题还看不出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主要是腰很不好。腰不好。还有就是肠胃。哦，肠胃。其他的都没什么大问题。哦，关节没问题啊？关节有啊。关节有是吧？两个腿啊，腿关节不好。哦，腿关节不好。好吗？还有呢，到财运怎么样？对不起。他有过了呀，过去财运有过一段时间很好的呀。哦。现在不行了呀。现在不行。你叫他再努力努力看吧，多做点功德，多帮帮别人。哦。好吗？啊，他的身上全部有椎筋啊、腰筋啊痛，是不是要念那个小房子？要，一定要念。要多少张呢？他是自己惹来的。自己惹来的。他最近有一个朋友，也不知道是一个谁，生了恶病了，生了癌症了。他跟他关系很好的，他去看他，跟他讲了很多话，他身上的灵性找到他了。这样子啊？啊，你去问他就知道了。就是我自己呀。啊，那你想想看，有没有一个你一个朋友生癌症呢？或者你跟他打电话？这样子啊？啊，你有没有啊？我记不起来。记不起来。哎。打电话，或者在遥远的地方，在你家乡。哦，在。有没有啊？家乡啊。哎。记不起来。哎。哦。你自己惹来的。自己惹来的。哎，现在在你家里，你晚上听到声音不啦？没有。厨房这里有声音吗？墙上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没有。你今天晚上就听得到了。这样子啊？啊，你要仔细听啊！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了呀。天天想的，你不知道。哦，天天想的。嗯。那睡就不好。什么？睡觉不好。睡觉不好，就是他搞。就是他搞的。嗯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念27张小房子。请他走呀。哦，请他走。你一天要20张是吧？27张。27张。哦哦哦。那你这个不是讨价还价的，你跟鬼还讨价还价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就是问一下我儿子的那个前途问题啊，跟婚姻。你这孩子有点问题呀。什么问题？你的孩子性格非常内向。哎。不愿意讲话。哎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听得懂吗？哦，有点自闭症。自闭症啊？啊，这个没有。前妻啊。前妻啊。啊，你记住我句话，他小时候你跟你老公两个人经常会磕磕碰碰的。嗯。他一直在边上很害怕，所以他现在有一种自闭症感觉。他觉得你们两个都不可靠，
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讲的都是他心里的最内心深处的事情，你只要看图腾，我怎么都看得见的。哦，所以你都不了解，我了解他。这样子啊，你明白了吗？哦，好啦，谢谢谢谢。嗯，你好，罗台长。哎，我想问问我女儿啊，1986年啊，属虎的。你们要抓紧一点了啊。嗯，她的身体健康。几几年啊？1986年属虎的。86年属老虎的。嗯。想问什么？希望她的健康。还有问一下她什么时候得子？我刚要讲。哦。我刚要讲她的妇科不好。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她。过去你说他现在生不出孩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过去曾经掉过孩子，嗯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这就是我告诉你的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掉过孩子，走掉了。他本来命中应该有孩子的，嗯，那什么时候？现在基本上没了。没有了，接下去。嗯，接下去很难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用不着听我的，你说不会，那你就自己来了，你等等看了。你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啊，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观世音菩萨送子了。哦，这样子。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她的老公属什么？她的老公属狗的。几几年的狗啊？嗯，1972年吧，82年。她属什么？她属虎。老鼠是吧？老虎。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嗯，她的老公生理上也有问题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不是单单你女儿的问题，哦，她的老公也有问题，你叫他们两个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嗯，很清楚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嗯，你现在赶紧叫他帮忙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叫他好好的要学佛念经，不学佛念经不行的。哦。好吧。好的。嗯嗯。那我算一下我自己可以吗？嗯，不算了。不可以。看两个了，好吗？抓紧点时间了。好的好的。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。嗯。87张小房子，每天念大悲咒心经49遍，然后放生3000条鱼，然后许个愿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你看看，今年的年底还有明年的5月份有2个时间。有可能会怀孕。今年的年底，哎，哦，还有明年的5月份。啊，哦，谢谢。我只能说到这里了。好的。如果你不照我这些去做，嗯，那就没希望了。我不会念经的怎么办呢？你说谁从小就会念的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罗。好好去念呐。好的。念经就是读呀，把它读出来不就好了？好了，快点快点。啊，我们一个法国朋友，嗯。Hello。Bonjour, maître Lou. 卢台长您好。你好。Alors, je souhaiterais savoir quelle est ma mission dans cette vie. 师父，这位法国佛友想知道他今生今世投身到人世间的使命是什么。嗯。Alors, je suis né en 1980 du signe singe. 他是1980年出生属猴的。你告诉他，他的使命就是来帮助人家穷人，还有就是还债，他就这两个使命。OK, merci. 他自己很清楚，他会经常帮助别人，但是人家他帮助完别人，人家不理他了。哎，你翻译啊，小姑娘。你跟他讲呀，你啊，对师傅，因为这个他带的那个翻译器，哦，他知道，哦，对他肯定，他说对的，谢谢台长。哎，怎么会不对了？鼓掌呀！外国人、中国人一样看，不管什么人是一样看。嗯。Et une dernière question par rapport à la santé, la mienne. 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他自己本人的健康状况。啊。他刚才说他是属猴的是吧？1980年属猴的。嗯。你告诉他，他这个咽喉部分呐，非常不舒服，经常会咳嗽，这里很干。对的。
还有，还要讲下去了。还有他的腰，他的腰很不好。大爷，对的，谢谢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好，现在呢，年纪大了之后呢，他的记性啊很差，记性越来越差。是的，有一点开始了。而且你告诉他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他的肠胃和小腹部非常不好，肠胃经常不舒服。对的，完全正确。还有，现在在他的心里边有一个事情让他终身会遗憾，就是会让他很难过的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一个男友，也不知道是一个朋友，就说后来跟他分开了，他一直怀念着他，忘不了他，他使他心里非常难过，台长看得出来的。Oui, un ami très proche, tout à fait. 是的，他现在还经常想的，因为曾经非常亲近的朋友。你告诉他，他这个人良心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台长也不想讲他的感情问题了。我就是想希望他呢，就是把身体弄好。身体呢，他以后晚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关节，他的关节会很差。D'accord, OK, merci. 谢谢。卢台长你好，非常感谢您就是来到巴黎为我们排忧解难，谢谢您。谢谢。我想就是说我们在外的就是儿女，因为父母在中国嘛，我就很想帮我们的父母问一下。就是我的妈妈，她是呢那个1950年出生的，属虎。1950年属老虎的想问什么？问我妈妈的膝盖。我妈妈的那个膝盖总是很痛，然后就是一直她也没有看医生。看见了。右膝盖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的右膝盖，现在前面当中一个骨头跟骨头当中的膜没有了，所以一直在摩擦，非常的痛。对。而且应该我刚刚看到的骨头，她好像应该是做过一次手术的。我妈妈也没有，她平时也是就是吃素嘛，然后念佛。但是她这个骨头跟骨头当这个膜没有了。她就是因为不想去医院去治，所以说。你赶快叫她念经吧。好的。好吧。还有一个问题、但是我看她当中有一条横的，我还以为她做过手术呢。这条横的现在一条黑的很不好，你赶快叫她当心。如果这条横的不消除的话，你妈妈可能膝盖骨要全部换掉。真的啊？那好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她这个骨头已经痛了好多年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这个月那个10月13号要搬家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新房。新房应该看上去都很亮，很好，窗户也很多。对，是的。就是右手边，右手边比较暗。进门的右手边。对的，有一点点。是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好了。多念，进房之后，进了房子之后，烧7张小房子。好的。贴点山水画。好的。台长开过光的山水画很灵的。好的，行。很多人都做梦做到水啊、山啊全活了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婆婆，她呢就是跟巴黎的一位朋友结缘您的佛法嘛，然后她就每天都念小房子，她以前走路就是很困难，但是她现在念了好多那个小房子，然后她现在很好，所以我麻烦您再帮她看一下可以吗？你婆婆几几年呢？我的婆婆是1935年属猪的。哦，很虔诚。现在在中国。很虔诚，很好。很好，就是心里稍微有点恨，心脏会有点小问题，其他没什么问题的。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好吧。谢谢大家。再问一个吧，好吧。雷台长你好。啊。我为那个身体健康，
1975年。一九七五年。啊。几几年呢？七五年属什么？属土的。男的女的？啊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想问什么？身体健康。属虎的是吧？属土的。属什么？属土。属土，金木水火土。啊，属兔子啊。啊，是啊。肠胃当心一点，明白吗？啊、哦。肠胃不好。啊、哦。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哦。好吧。啊、哦。我教你们个方法，如果图腾看出来是白的，你们都穿白的衣服；如果是黑的，多穿点黑的衣服。因为有时候人的幸运就跟他的颜色有关系的，比方说这个人去见面见事见功的话，如果他是一个黑的猪，他穿的一套套装很容易被录取的，如果这个人是白的，他穿一套白的衣服很容易被录取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像你刚才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而且我看到你婆婆是白颜色的，叫他多穿点白的衣服。我这个很痛，你说是你肩膀是吧？嗯。啊，你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你就是打架的孩子搞你的。嗯。这样子啊。哎，掉个孩子搞你的。哦。明白了吗？哦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念点小房子吧。哦，好吧。好的。多念点小房子。哦。好吗？哦，好的。我问你一下，我女儿出来那个在那个意大利在法国好，我刚。就你女儿出来在意大利好，还在法国好？嗯。嗯，你女儿属什么？我女儿是那个95年的小猪的。意大利。意大利好啊。嗯。哦。你女儿不适合到法国。哦。到法国之后会跟你闹的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她根本不卖你账，根本不听你的话。哦。你只不过是还她的情。哦。台长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谢谢啊。好了。班长，谢谢。嗯，大家好。你以为打电话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哦，再见、啊。嗯嗯，再见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。你好 ，Maître Lu。谢谢卢台长。哦。谢谢他是我的。他讲法文是吧？女儿对、嗯，现在我看他翻译，他是1978年属马的。1978年属马的。他要自己要问他那个事业，将来会升级吗？升职吗？会高升哦，他的事业会不会升职？会。你叫他念经不念经，我真的不想看。对。听得懂吗？对。否则菩萨会怪我的。对。我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功能，这个一个神通，我不可能来帮人家看升职不升职的。他如果不念经，我根本不想看的。嗯、你知道有多少再有富富贵贵的人找我，我理都不理的。对对。你明白吗？对。你要答应我帮他念经，否则我不看的。好。要念什么经？大悲咒还是？嗯，你叫他要念小房子。小房子。他这个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患得患失型的。嗯。就是说，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又怕；不做，他也怕。他心中一直慌的。他搞一些投资，他就把钱失去，找不回来。明白了吗？他有心理那个病啊。对了，就是我意思，就是告诉他是心病，他的心理病，所以他患得患失啊。你明白吗？对，实际上他的压力太大，因为他过去有过压力，所以最好的方法，你叫他多念心经，每天最好念21遍心经。OK， 好吗？请问我有放到佛堂在我的家里呀、啊？嗯，你的佛堂是吧？对。嗯，佛堂面对佛堂的左半边还不错，右半边稍微暗一点，而且你这个佛堂边上好像还有其他的小菩萨。对对对，嗯，好了，谢谢佛法师，好好努力，谢谢，多念经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告诉他多念心经就不会出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各位我们法国的我们的朋友们，那么台长呢，今天呢到这里来呢，跟大家也是结个缘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很高兴跟大家能够认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念经。要观世音菩萨保佑，那才是真事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努力。如果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，让更多的人念经，台长下次还会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用心，
如果用心，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我们。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菩萨保佑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因为根据法国的特殊情况，台长再加四个字：恭喜发财！谢谢大家。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2013法国巴黎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学佛精进，法喜充满。